你不害怕了？好笨呐！真是的。现在除了美景呢，还有美人，你可以一块欣赏。我非常希望你不是在讲自己。我没有在讲自己啊。我要看美人，我为什么不去看我自己的倒影就好了呢？美景。干嘛？睡不着觉啊？他们几个酒量又差，还一直打呼。我知道。你呢？不会真的是坐在这里欣赏风景吧？大半夜的。我不单纯是睡不着而已。我刚刚在想一件事情，我在想，我们这次休完这个假之后，就可以顺利摘下学院的帽子，然后就变成一名观察员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好上进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显得别人特别不努力？就像老考100分的优等生，这好不容易放个假吧，还非得感叹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不给我留作业呢？”你说你们这样的人让差等生怎么活呀？真是的。差生，我还真没看过这么理直气壮的差生。好，懂你懂你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既然都已经出来玩了，我们就不要聊工作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我们应该要去感叹眼前这个美丽的夜晚，对吧？这么美丽的夜景，自己看吧。顺便好好自己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。我就不用了。再见。那。你。火气旺的人不要嘚瑟啊，别感冒。